What's Mimi Ricci means? Rich or mean? To the poems, needs of ages. Igor and Drew are like an establisher. The sun is bright and lovely. My language i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One is a Mimi Ricci best of the best. It will be gonna be like a big land, big mix of three shows.白纸、灯光、清扫工具以及四位憨态可掬的小丑构成了昨晚在中南剧场上演的《疯狂的废纸世界》的全部元素。可是这些元素串联起来，几乎每时每刻都给观众带来无尽的欢乐和无限的遐想。咱们第一直播室的幸运观众也来到了现场一探究竟。没有语言，但是反而就是剧情能够一目了然，然后表演也都很厉害嘛。他们能够用这些废纸进行这些活动，感觉很有意思，然后也很有环保意识吧，很高兴能够获得这次机会。来自乌克兰的国宝级喜剧剧团 Mimi Ricci 以生活中看似普通的白纸作为创作契机，呈现了一场超乎想象、出乎意料的表演，尤其是和现场观众屡屡互动，可谓是效果连连。We asking them, be a child.我们每一场演出都要用将近20公斤的纸用来制作各种道具。互动上今天现场的反应特别棒，武汉的朋友非常热情。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表演向大家推广回收再利用环保的理念。